天骑电动车去接小姨，竟然被人看不起，结果小姨帮我狠狠地出了口气。哎，哥们儿，你东西掉了，给超能力。说的那么欠，你嫌你了？我走回家。小姨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挺好看。陈浩，你脑子一天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想姑娘啊。姑娘，你脑子里除了想点姑娘，不能想点其他的吗？还想挣钱。挣钱？赚钱你想干嘛？找姑娘。你还真是不忘初心。那必须的，小姨，我跟你说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我，哎，陈浩，你给我过来！不，咋了，小姨？咋了？你不知道你昨天干啥了？不是，昨天不是吃饭吗？但我送你礼物了。送我啥礼物啊？不是，我不把你前男友带过去了吗？我他妈相亲去吃个饭，你给我前男友带过去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不寻思人多他热闹吗？你给我扔，我他妈打死你！不，哎。干啥呢？小姨。找谁呢？找我呢？没，我没有。因为我没在家呢。哎，好嘞。回来。啊。哦。